真係係俾你哋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到今日仲喺我腦嗰度走揮之不去一句説話，就係有啲朋友今日貼紙貼咗喺身，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政府了。好傷心，但係亦都可能就係因為呢一句，就推動到有好多朋友今日出嚟，政府或者有好多人嘗試抹黑八十後，或者根本做啲門面嘢，嘗試話去了解八十後。但其實政府有沒有反省過他自己做過些什麼令到他越來越脫離群眾，越來越不明白八十後？我今天聽到有一位議員，當然是功能組別的議員，當我和梁家傑議員就來離開的時候，他跟我們走過來投訴，他說我剛才呢出門口的時候在門口看一下而已，就已經被幾個人呢對著中指對著我了。我跟他答第一个反应就当然说，哇，那你当然问黄宜宏议员啦，是吧？第二样嘢，俾几只中指他受已经咁难咁难受，他有没有想过蔡元川冇咗家，家散人亡今世，他有没有想过几难受？亦都有好深的感受，今晚见到大家，我觉得香港的社会运动是有希望的。我见到大家就觉得争取普选是有希望的。我要话俾嗰班扑街议员知道，受到鼓舞，要繼續打呢一場戰爭。你亦都感化咗有啲政府官員，我不具名。頭先有位官員走埋嚟同我講一句説話，佢話我哋要珍惜喺立法會門外嘅呢一班年青人。在這裡我不說那麼多，我真的很感動又很感謝，多謝大家。
他们虽然呢是面临困难，面临被人拆屋，面临政府有价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价，说有自信实际是没有自信。但是这几天来，特别今晚整万人来到这里，我觉得最重要最令我觉得感动的，不单只是我们要争取人备受影响备受剥夺权利，更重要的一向我们被人说我们是失落的一群，我们没有归属感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为我们的土地而战，我们要告诉香港人，告诉香港人我们香港人对香港是有归属感的，香港的地我们有份的，香港的发展我们有权去决定的，我们要将香港变成我们香港人的乐园，大家要团结努力。我呢就91年做到现在呢，我都不懂得说话，我只是做回我自己的本分，就是看文件问问题，应该要政府交代的要交代清楚。第二、我觉得大联盟呢做得很辛苦，我看到今次这么多人响应呢，香港将来呢的民主是有希望。第三最后一句，我个人捐出10,000咧，俾大联盟，希望佢哋继续。各位，我今晚咧系感觉到系好温暖，我系感受到人间有情。我是感受到我们的议会的冷酷无情，我们是感受到我们做人的尊严怎样被人践踏，我更加感受到我们大家在座每一位朋友的权利怎样被人剥夺，所以今天你的参与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实在非常大的鼓舞，我希望你们是继续下去。今天我们真的未打完这场仗，下星期或者还有更长的时间，我很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表现到我们人间的温暖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体现到人间有情，拜大家。各位，在第一次